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子清来到西安，被孙长官解救。孙长官把一支学生队伍交给子清，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进行战前训练。子清却不愿意带学生连出征中条山，看他们送死。可孙长官下令让副官张国忠担任子清领导的学生连的教导员。史村在机场附近的杨村土地庙发现挖出来的新土有特殊气味，推断出中国人的地道已经挖到油料库附近了。马队长和于建接到情报，日军侦查到他们挖地道的位置，下令撤回所有人。他没掉回来，八个幺六，我太难，我也得了个。你好个嘞，干不了事，干不了事。大明，阿塞利亚这个干，一块一块。役所が一生懸命作った米だ。その米は。前を元気にするためにある。食ったら元気になるぞ。病気も治れ。焦るな。おい、渡辺。うん。あとどれぐらい残ってる？それだけ。そうか。これは大切だよ。しまっとけ。しっかり。頑張りますよ。渡辺さん、僕らはここで死んでしまうじゃないよね。ダメだよ。あなたは彼女のためないの。死んではダメだよ。まるで海にいるようだ。ふわふわしてる。ここだこいるだよ。軽くて浮いてるみたい。目を開けろ。見る。なんでそんなに離れてるの？俺はいるぞ。俺はいるぞ。俺と一緒に星を見ろ。星は明るいでね。珍しいですね。あそこ。このような嘘とか絶対。ああ、本当ですね。あのスプーンで叩き。
きだ。小爷不见了，上哪儿了？哎呀，这张哥还找你吗？你赶紧起来，快点，快点，啊，跟我去找小爷。起来，起来，起来。你先出去，穿暖和点啊。七五，这事儿你到底咋看？要搁你，你会咋做？刚才霍特派员在，有些话我不好说，毕竟他不是航母出身。说句不该说的话，我顶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穿着制服又狗屁不懂的什么专员。子清，你这个性格，实不相瞒。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也认可你的想法。如果我是潼关最高军事长官，可能我也会这么做。谢谢。可是，现在能像你这么想事儿的人，太少了。你放心，霍特派员那边我会去劝他，好让你在这个艰苦的岗位上继续战斗下去。替我，你别瞒我，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接替我的职务的？上峰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明说。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差事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胜任得了的。说实话，你还打算坚持多久？哎呀，不瞒你说，我已经快要崩溃了。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如履薄冰。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坚持三天，我就需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哪怕这三天把我革职查办，我无怨无悔。三天之后，我就解除禁令，向鬼子的阵地开炮。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这次这个事情还真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下来，上级的压力很大。你放心，霍那边我会尽量去劝说。不过希望不大呀。
别生气，别生气，老大，打他！你坐坐。你们俩来干啥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咋就总不能够跟我们说一声嘞？我给你俩说了，你们还能让我来吗？瞧你俩冻的那怂样，快回去吧。你还真打算在这鬼都待不住的地方冻上一宿啊？想试试？我方振东要是扛不住了，估计也没人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那你扛住了没有？你看呢？哎呦，你们俩可别拼了啊！你要是真不想走，我们哥俩陪你待会儿。我们再回吧，来都来了，你就别啰嗦了。等到天亮，天亮再说吧。要么我们生一堆火，暖和暖和。哎，我看行。生啥火呀？生个球。来干啥来了？啊？生火？想暖和在家待着多好啊！你还真以为还有活着的鬼子在潼关吗？我信不信没用，得人家万营长信。自从咱们发现了鬼子的罐头盒盒，六天五夜了，这么冷的天儿，别说是人，就是长毛的畜生也早就冻死，说不定尸首早就臭了烂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罢了。嗯，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不管这鬼子在不在潼关，我也不管他是冻死了还是饿死了，一句话，活得见人，死得见尸。只要见着这鬼子，这万子清就没有理由不开炮。只要这炮一开，咱潼关就……小爷，我还是觉得不大可能再有活着的鬼子。闭嘴吧，你咋那么啰嗦，把你嘴给冻着。小爷，你说这重炮阵地上的粮食怕是已经吃光了吧？现在别他娘的跟我提吃的，你把你那个嘴给我闭上。哎，这他娘的要有口酒，没死。小爷，闭嘴吧你。我有酒。还是你他娘接。给，现在要再有口馍，跟他娘没了。我还有馍。日你娘的！你他娘的还有多少好东西？没没没，没有了，真的没有。妹妹，你看来，你看真的没有了。哎呀，太冷了，被子被子，不给你盖。盖好盖好，来给我。还是你接。小爷，假如啊，我是说假如。你要是个鬼子，现在你在做什么？
我要是鬼子，我现在就在老虎沟。老虎沟？嗯，不大可能吧？因为老虎沟的后崖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这他娘连万子清都不知道。说得轻巧，老虎沟的后崖是又高又陡，谁上得去？嗯，他行，嗯，我行，别人想都别想。看啥？你肯定上不去。上得去上不去我不管，现在这天真是太他娘的冷了，来，盖紧一点。哦，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情绪，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你们的长官这么冷酷无情。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亲眼见到日本人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头，日军就可以占领我大半个中国的原因。你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们的天职。在我没有下达新的命令之前，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不停地搜山、搜山、再搜山，明白吗？明白。出发。大哥，何涛。大哥，我们来了，来，我们，远点，好，放，来，瞧你生的火，放，来，大哥，喝汤。你这是发烧了吧？这是火燎呢，什么烧？就是有点冷，哎呀，里头往外透着那么冷。那今天晚上不去了吧？去，有口气我就去。哎，你喝了。你喝吧。行了，你来吧。还让不让我喝了？那边拿去。哎，よっまった。今夜ここたち。ここに向かうぞ。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あなたはここで一番の高いの上官ですよ。まだ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はあるよ。あなたはいないがダメだよ。ここで私は自分で行くよ。あとお願いします。頼んだ。これくとは私は必ずは頑張ります。尿水はあるか。最後に水分補給するぞ。あれよ。
こんな時だからこそ正面が酒よりうまい。杨导，霍大伯也来了。他没说啥事儿。通知警卫班，把门口给我守住。一会儿我一叫你，让警卫班进去，把那霍特派员和他那副官给我扣了。营长，这可是犯上作乱，这可是死罪啊！那你想让他们把我带走？是。孟营长，坐。我们刚刚接到西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向你宣读一下。四，九日军特遣队袭击潼关重炮阵地，被我守军全歼之战绩，特此嘉奖潼关全体将士官兵。鉴于目前日军连续轰炸潼关，以致西北战局危机，望你部接电后立即开炮还击，力争重创山西日军。西安军事委员会，民国28年1月3日。潼关所有的情况，我毫无隐瞒地向您做了汇报。不知道特派员有没有把这些情况都向上级汇报，以说明为何我迟迟没有还击的原因。我仍坚持认为，在此种条件下，必须按兵不动。只有在彻底铲除后患、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还击。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如实的向上峰做了汇报。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价还价还有意义吗？请你立即执行。能不能再最后通融一次？我确实是为了党国利益，绝无私欲。万营长，我们都是军人，作为军人呢，我能理解你目前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军令如山，还是希望你能够执行。如果真的出现像你所分析的那样，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如果我拒绝执行呢？你会被就地革职，由董副官全权接替你的职务。那好。请你立即向重炮阵地发出开炮指令。救兵！带二位长官去潼关最好的客栈休息，视如上宾。慢点说，队长，身上说话，身上的兄弟们都饿得不像了，我是从火崖上跳下来，给他弄进去，拿点吃的，过来，吃的，快点了，别动，他就伤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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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着，德子，多吃点，多吃点。能吃你老吃那面干啥呀？吃那肉，那不有肉呢吗？来来，吃肉，吃肉。酒饿之人不可饱食。你别扯淡了，你是不是饿成什么样了？合着你是吃饱喝足了，你平时吃的比他多。吃吃，你吃那肉，给他撕撕。别给他吃肉，给他撕碎了，没事。这是给。弄点水，让你吃了不让你给人家吃，那么胖，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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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噎着，德子，多吃点多吃点，能弄点水，赶紧吃，慢点吃肉，说这喝多了，知道知道，弄点水弄点水，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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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子来喝点水喝点水，小燕小燕，你干什去干什去，他妈得问问他。拿炮当祖宗供上，为啥不开炮？哎呀，他要能开炮，他早开了，那是有命令的。你不能去，来来来来来，使劲吃啊！不够还有啊，那个太噎了，要不吃面吧？不用，快快快，弄点水，弄点水。我去，还没吃饱。慢点，慢点，给他点水。行。没事，没事，德子，大夫一会儿来啊！给他露露，给他露露，拿手，摁住他嘴，顺顺顺顺。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对，我是万子星，重炮阵地那边情况怎么样？好，一定要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炮还击，违者军法处置。下令开炮，我就松开你；要不我就砍了你。下令，不可能，方振东，别做梦了，绝不可能开炮。昨天晚上我自己试过了，我方振东趟不过去河，没第二个人能趟过去。多冷的天，是狼是畜生都他娘的给冻死了。就你，我有兄弟给饿死了，你看没看见？你看没看见潼关现在是个啥样？还不下令？不用看，我他妈不用看，我都知道。但是在没有确定最后安全之前，我就是不下这个令，我就不下，你能咋？你剁了我，
剁了我呀！你信不信？剁！你信不信？信不信？剁！信不信？剁！安源计划，去独立大队缴械，与抵抗者格杀而论。小吴呀，我先是拘押了军情处特派员，今天又解除了独立大队的武装。独立大队没啥，关键是那特派员，把他软禁了，要论军法处置，我可能要坐几年牢。这还是往最好处想。咋样？嗯，我走了以后，你想去哪儿啊？别哭了，哭啥呀？啊？说话。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到那个时候，我就说话不算数喽。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你跟着蓝云吧，到他那儿还能学点手艺。回头我们胜利了，你靠这手艺也能混口饭吃。咋样？你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好，好，我争取啊。这事儿闹到今天这地步，还真是不好收场啊。不管咋说，再坚持这最后一天一夜。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找到那个鬼子的残余小分队，我都要立即解除对重炮阵地的封锁。那现在咋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搜。時間だ。作戦を決行するぞ。少佐、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任せておけ。お前がしくじったら
私もお前の後すぐに追う。安心して死んでおい。よし。爆薬が仕掛け終わったら赤色信号弾を3つ空に撃て。我知道大家辛苦了一整天，搜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不过越是到这时候越是不能放松警惕，再咬咬牙坚持最后一晚上。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所有的重点怀疑区域，尤其是三岔口这一带，要配备双岗双哨。岗哨的换岗时间由3个小时改为2个小时，最后再对一下时间。现在是晚上7:28，到明天早上8点整，解除特级警戒，并向重炮阵地运送补给。一分钟也不许耽搁。你和兄弟们还得再委屈一晚。有啥线索了？我不怕告诉你，到现在我也不信。你呀，就是办事儿太谨慎，这就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谨慎总是稳妥些。
英子，英子，英子，这咋的？快快快，这是咋的？英子，你说说啊？咋回事儿？事情是这样，昨天晚上大概是……哎呦，你快说咋回事儿吧！燕哥，日本飞机炸了咱驻炮阵地，我知道。 嫂子刚巧从万子青指挥所出来，就碰上了轰炸。啊！没想找了一宿，天亮才在码头西街口的废墟里找着他。真都知道不？让百百草去叫了。啊，赶紧去叫，赶紧去叫。英子。 我是万福泰，醒醒，英子。哥马上就回来了，马边早就叫他了，马上就回来了，娘。娘，不敢睡，你的娃马上就来了啊。英子，二环。 Thank you.
就是激活攻心，吃几副药啊，就好了。潼关界面上这几天咋样？人心惶惶啊！听说水泊巷一带已经有几户人家搬到西安去了。 咱呢，生是潼关人，死是潼关鬼，你咋想？彼此，彼此，好知己。 对了，子清那边该使的钱都使了，可听里边人说，他很不配合，担下了所有的责任。听说这几天要带往西安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哎呦！ 你说他都这么难了，我还让人扛着棺材去给他示威，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带我去，我就不哭。我咋带你去？ 我带你去，我说啥？咋说？我现在自身难保，冒昧领章的债了，你没看见？子清，你就别跟他嚷嚷了。小吴啊，你们万营长去西安，那是去做审查的，真的不能带你去。到那边说明了情况，可能过两天就能回来了。听见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不带我去也行，我自己去西安。 我去给你做牢饭，大不了一起坐牢。你答应过我，这辈子你都让我看上你，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我答应过你，我答应过你的话就算数。啊，我会带你走，但不是这一次。 就跟着你兰云姐，等我几天，这就回来了，又不是上刑场。啊，去给我收拾收拾。哎呀，这是命了。震动。 震动咋样？方振东知道自己错了，他一直在想娘分手时说的那句话。以后遇着事儿，那脑子多想想，多想几遍，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他真正开始成长了。
造孽，我造孽呀！你说我们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哎呦，这个事儿我都想过了，咱是啥忙也帮不上啊。这档口啊，只要咱别再添点啥病呀灾呀的，那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咱呢，喝药啊，哎，喝药。估计会咋样？哎，我咋样倒无所谓，我就是怕潼关恐怕是守不住了。三十八军那边咋样？三十八军要是被歼的话，拿下潼关，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就没有部队过河增援？三十八军是西北军，不是嫡系，再加上他们跟共产党走得很近，这你也知道。现在都啥时候了，孰轻孰重，委员长判断不出来啊？你真是一个军人，一个只会打仗的职业军人，咋政治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懂呢？你懂？你不会到现在还同情共产党吧？我只是说事实。行了，要走了，还有啥要交代的吗？你放心，家里我会照顾好的。你是不是喜欢方振东？说实话。咋扯到这儿来了？我要是一直在你身边，一辈子也不会问出这些话，因为我足够自信。现在不是要走了吗？你要说这些事儿我从来没想过，那是假的。男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方振东身上那股魂劲儿，想做成一件事一心一意那种执着劲儿我没有，还有他身上那股孩子气，遇到不可知的事情，充满了童真的好奇，这些我都没有。我这人挺怪的，其实我不是不知道你想要啥，爱护、关心、给予。可方振东越那么对你，我就越不想那么做。我觉得那样做可假。你也乖，我不做，你也不问，也不埋怨。那，你让我咋能不胡思乱想？我知道。我达从小就教育我，女娃要自立，要隐忍，别人不给的东西不要去要。你又是一个心重的人，又好面子，我不想为难你，因为我知道现在守潼关这件事情大过所有的事情。可是方振东对我那么热烈，我有时候我也常常在想，
那个人要是你该有多好，那个人要是你该有多好。扶着点啊！快点啊！滚！小爷，小爷，是我，金财叔，你看看。我给你带上来了，油泼辣子，扁扁面。那你趁热熬。二位兄弟，不好意思，我进去是看望老人。二位如果跟着我，他们会更难过。我不会跑的，能不能行个方便？谢谢。孩子，娘，辅导人家哭啥呢？孩子，进屋，进屋。大，叔叔，我不进去了，车在外面等呢。一会儿我去西安了。子清啊，真的要走？哎，重炮阵地被炸毁了，我难辞其咎，理当守法。孩子，我们在西安还有一些老关系。大，万万使不得，做得不好，适得其反。这次潼关恐怕要打大仗了，我想几位长辈是不是考虑到他处暂避一下？孩子，我们都商量好了。生是潼关人，死是潼关鬼，不必担心。那好，请达代我向潼关百姓带句话，就说重炮阵地是在子清手上丢的，他对不住大伙儿。这个头，就当我为潼关的百姓赔罪。三位，多保重。
这吃也不吃，看也不看的。方振东仿佛又看到了那架轰炸潼关炸死母亲的飞机，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干掉他，干掉他。 革命革命军第一军第幺六七师，祝潼关独立营全体将士，请营长万子兴宣话。话就不训了，守好潼关，后会有期。全体立正！ 营长，带着我吧，营长，放开我，放开我！他是我的勤务兵，让他跟着我们。谢谢。